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来呀、啊，老母鸡！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人若品尝过神的恶毒，就再也说不出甜言蜜语。啥意思？全军出击。没啥意思啊，你辅助啊，啥意思啊？过往与我同行。这啥意思啊？不是咱先下手为强啊，我们上单他辅助啊。面对我，我扎。长枪的尖锋，百折不挠。我再扎。我再扎。再扎。扎。长枪所向。再扎，无限扎 ，A， 好二级了。哎呦啊！成名的回响，踩住 ，O O O， 接扎，平 A， 平 A 点燃，拜拜。站起来，再和我打一场。每一下心跳的间隙，都是我出手的时机。踩住 ，O O O， 接扎，平 A。踩住 ，O O O， 接扎，接平 A。要闪现巨魔，闪现，踩住，他也得接闪，我们死了，死定了，没事，让他交个闪吧。BGM 给我停。这巨魔其实细节不错，我跟你们说，知道吧，巨魔细节其实不错。后有一座农场，不知道火炉上是否摆满面包，我估计这巨魔不能走，我们在草丛里边蹲着兰博一手啊，啊他走了，那我们直接站草丛里等兰博出来，直接殴他吃药，踩住 ，O O O， 接扎，平 A， 接扎，战斗下去，扎。人们呼喊着所要的力量，其实早已存在于他们内心。我要在天界刻下属于我的伤痕。我扎，我再扎，再扎，踩住 ，O O O， 平 A 接扎，扎。我会记住你。还会向天界高呼你的名字，我只能战胜自己。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BGM， 我打的时候哪有空放 BGM？回家，无敌了。我的命运是我手中的武器。直接飞得了，要我说，怎么样？等他再出来一点的吧，直接飞他。让你不动，直接站我中间，啾！踩住 O O 键炸，平 A 点烟，放 B G M 键。就行了吧，等着，踩住 OO 接扎平 A A 接扎，是打逼，回家出木印。来个德克萨斯木印，我现在攀身我就不出星石了，我出木印挺厉害，杀完人咱还能隐身，挺好。木印不强，木印很强，木印啊，木印。他们从天空中看到的是战争，但在大地上死的只有杀戮。先插个针眼儿，找到蓝魔，放 BGM。闪现踩住，哦，接扎，接 A， 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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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接扎。蓝波让我见着，基本上就是一波没了。巨魔去下路了，踩住 ，OO 接扎接 A， 突突突突突突，100块钱，还不够我五个兵的那小伙子。把上塔拔了，把蓝 buff 拿了。来个瞎人诛心，OK， 回家拿下。
俺们来个明朗之靴吧，让局势明朗一点。再来个收集者，我的头盔让我成为一名普通士兵，带个扫描。没有杀人刀这种装备吗？他们家的 AD 挺烦的，他是个侠，我还不好杀他，我要么我就只能杀到小驴人，等小驴人把 E 用了，这波就上去啊。看来小驴人不用 E， 我估摸着这小驴人这一波可能得往中往下走啊，我们在这等他一下。我也没地方去呀，这整个地图连个人都没有。在麦田面前躁动不安。对面那些人都哪去了？那巨魔呢？那巨魔之王去哪了？踩住欧欧点燃，炸！这波操作怎么回事？踩住欧欧欧！老母鸡不给我扛，老母鸡！哎，这波操作怎么回事？我是踩住 OOO 接扎，怎么接 E 了呢？加油吧，兄弟！看你们的，我这一千没了。潮汐海灵把我杀了。本来巨魔直接就秒的，那巨魔，你点破装备根本就扛不住。兄弟们，我又是一条好汉，我回来了。哎，漫天飞雨交没交啊？这应该是交了，据我的推断，差不多。漫天飞雨，哦，漫天飞雨，哎，我扎，咻，踩住接扎。欧欧欧的时候，居然不让用扎，我佛了。你猜吧，我去把剑魔巨魔巨魔的红给他拿了，跟我来，跟我来。那老母鸡，我的女子一道葬在了墓中，踩住哦，接扎，哎，接扎，接扎，跟我打，还跟我打，还跟我打，我扎你，扎死那个老锤石。红打了，这波想杀 ADC， 我跟你们说，必须得从这边走啊。这个位置是有眼的，我们在这儿一待，那 ADC 一来直接死。好，就这样。他居然知道我在这里，不敢单呢。来绕一圈，这波就不欧欧欧了啊，这波直接踩住接扎，踩住 A 接扎接平 A， 拜拜哟。哎，这你都没杀了，兄弟，我心不用你套点盐了，你浪费点盐。靠！把这锤石给我杀了！闪现踩住点盐 A 接扎，哪那么烦人呢？锤石，你不死，今天你给我死，我扎死你！一刀把你给扎死！小驴人，咱俩指定没完！你看着这小驴人，我今天不接扎，给你扎死！我指定今天得扎死这小驴人！两回了，小驴人啊，两回了，两回都是他。指定没完了，咱俩。
看这 ADC 还推不推。看看这小绿人敢不敢用 E 啊。既然前行并不等同于逃避你犯下的错误。这小绿人搁中路推线竟然一直有连 E 都不用。很明显右边有视野啊。很久没杀他蓝魔了。来吃个药，齐亚娜到了，上彩度 A 就这不值钱呢，多少钱？300吗？哎呦我300块钱兰博呢，行啊兰博，值钱了，不敢单呢。我得去登录绑一绑。大地在我脚下。Shut down。拆中吧。这 ADC 啥意思啊？踩住 OO 接扎，接扎，猜呀、啊！他们家这小绿人挺稳，我跟你们说，挺稳啊。踩住哦哦哦，完了，给我勾了，我操！哎呀，这小驴人杀了我好几波呀！这锤石挺烦人的，真的，这锤石老不怕死，关键是他他妈像个敢死队一样的。我出影魔刀，打小龙吗？把小龙打了。如果他们杀死我，至少我能以凡人之躯赴死。踩住 ，OO 接扎，闪现接扎，平 A 接扎，这蓝博咋那么肉呢？哎呀，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呀，就是感觉这把又够呛，这也打不过呀。虽然我们家很厉害，但是下路151，呢鱼032，老母狙025，中单没什么用，可能要够呛了。我们家还是全 AD 呢，呢鱼也没啥用。小驴人还拿了我好几个人头。
就是我的手足。来打条大龙看一看吧。大龙拿下来了，那就差不多了。可以啊，小驴人去下了。我看你往左跑还是往右跑？踩住！A 接扎，接踩住，接平 A， 接扎，接起飞，咻！溜了，不打了。因为万物都会坠落，所以攀登是我。出个夜印之风，配一个大青云，就可以。哎呀，他咋这么稳呢？我操了，这小绿人真不好杀呀！我根本我就踩不着他，你知道吗？踩住 A 接扎，接扎，死！妈了个巴！锤石还给了个套，他不给套确实不。确实差不多了。没事，我们可以不打，问题并不大。下路踩，我有大影魔刀，我扎。踩住 A 键，这锤石我操了！这锤石，把锤石给我杀了！鳄鱼能不能有点用？鳄鱼能不能杀得了人？哎呀，这鳄鱼呀、啊！我操了，这鳄鱼，这么点东西啊，就这么一个，就这么一个任务交给你，你都没把他杀了，鳄鱼，啊，鳄鱼，就这么一个任务交给你，你都没把他杀了，真废呀，这鳄鱼。漂亮，你看看人家把这打了，我这兰博我就是给你点面子了，我发现啊，开始收兵了，跟我俩这回我看你队友上哪去，跑得有点快啊、哦、完了，许亚娜死了，给我打龙，先踩住 O 接扎 ，A 接扎，这两个人我打不过。哎呦，这蓝波你都打不过，兄弟。没事儿，提亚娜马上活了。鳄鱼在干嘛？鳄鱼在挂机。
鳄鱼。小驴人，哎呦我操，这啥虚区呀、啊？我大影魔刀，他打我这么疼，二换一可以接受啊。他美甲窃魂卷只剩八成了，对面还剩仨，俺们家剩四个。大龙能拿不？大龙。杀人！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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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！别打龙！打人啊！别打龙！别打龙！打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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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四打三，这不随便打？先杀这小驴来！踩住！哦，接杀！给我跳弹跳这边来了，能一波吗？一波！给我干他！你是真弟弟，我发现这鳄鱼真是个弟弟，弟弟鳄鱼。还得打大龙，不行，活了。干呐，这 ADC 虚区有点高的，不打，打杀打这玩意儿老快了。可以，就杀小驴人，踩住点燃，接扎，接扎！哎呀，小驴人没死，鳄鱼快走吧，鳄鱼是最后的温存，最后的温存。小驴人把美甲窃魂卷。给那啥了，给卖了。虚区够了，应该来个复活甲。不的，我们虚区不够。这个青雨出完，我们直接把这个夜印之风卖了，给他换春哥啊，这个样子行。夜印之风属于我们的防御装备。来，小龙。我们别人不杀，就杀的小驴人啊！我都不上啊！
闪现踩住，嗷嗷接扎，踩住，嗷嗷接扎，接扎。这怎么能没打过呢？很奇怪呀、啊。这波有点卖队友了，怎么就卖队友了呢？那不找时机呢吗？那旁边兰博趟着走啊，还能啊？我被隔开了，区区还是不够，我打那锤石都没掉血，我不出赛瑞尔打不行，影魔刀咱也得要一个。小林人上路推，哎呦我操，踩住，哦接扎，接扎，接，他们家已经没有 C 了，剩三个臭皮匠打吧，打完一波了，那剩三个，两个 C 一个辅助还不打死他们，那巨魔怎么还能无敌了？剩一个破辅助加一个五杠十五的蓝魔，外加一个那谁，这鳄鱼也不说扛个塔啊，鳄鱼扛不了塔，真弟弟，哎呀纯是弟弟，真是弟弟，这锤石你不把他杀了，鳄鱼杀了吧，抽个春哥，我还要死多少次，活着。鳄鱼没有虚区装备啊、嗯、确实没有，鳄鱼是右装的也行吧，没关系，升个十三级还能加点护甲穿透，不是十三级，是六级，加多少啊，30%，还有我现在护甲穿透啊60%，嗯，60%护甲穿透加30点，难赢呢，这啥呀，这怎么还吃鱼了呢，谁家的鱼啊，小驴人没有鱼了，来来来来来，鳄鱼鳄鱼鳄鱼，我有春哥了，往里卖吧，怎么还轮得着对面还推我们家来了呢，还开龙，对面指定回家了，来，林立的长枪在麦田面前躁动不安，这家我帮你杀一手这兰博吧，啊，我操，这小驴人从哪来的呀，
继续。他们家所有技能啊，放到我的村哥之上，还没打赢，那也没办法。我吃了小绿人的大招，蓝博的大招咱就不算了啊，巨魔的大招，反正一通大招往我脸上冲。这跟我换鞋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换不换鞋的，我们换10双鞋给你。